穿着雨衣撑雨伞，就算下雨天也要来排，这是往年信众到龙山寺排队点灯的盛况。而今年龙山寺点灯即将在下礼拜一登场，已经有人提前卡位20天，应该有了。这么早来啊？哎，就是来自于，反正都是一人，大家叙旧叙旧，一年见面一次嘛。这位大姐自备塑胶椅，坐在人群里边排队边话家常。她说这些人都是她往年排队认识的朋友，还组成排班小组轮流站位。谁有空我们就来自己聊天这样子。你们是有就是接力排队这样子？当然要接力了，要不然一天24小时有办法吗？每年都会的。点什么灯啊？平安灯、钥匙灯啊。羽绒衣、口罩、防寒装备随身携带，一袋一袋小型家当顺便拿来占位打发时间。有的信徒滑滑手机，也有人看报纸排队点灯。最热门的莫过于祈求健康的钥匙灯。呼喊着要庙方加开号码牌，因应信徒要求，龙山寺去年开始将钥匙灯从原先的2万多盏增加到6万盏，今年数量照旧，每盏600元。年前求平安抢点灯，在鹿港天后宫。斗灯比较特别的哈，它先有一个斗具，斗具的话代表宇宙。然后再来的话，你可以看到它有一面镜子，照亮你的前程。号称全台最贵光明灯，这一盏斗手灯，因为最靠近掌管平安和财运的神明，一盏要价50万元。今年依旧由同一位信徒点走。农历年前，民众花钱点灯求平安，心诚则灵。三立新闻李正道、吴雅婷，台北彰化报道。